看真力啊，看一看就要表演一下，两只手就这样上去洗，啊、就一起上去。其实这个是不对的。哦。你手整个手掌这样上去搓的时候，怎么搓都是凸出来这两块，最凸出来摩擦最多，所以这边受损最厉害。嗯。就洗到朋友都在洗这一块。那真正最油最多角质应该洗的地方反而洗得不够干净，所以一开始要先提子部位，是，所以我们就是搓出来要把它搓在指尖，是，直接先上去按摩我们的提子的地方，两边一起吗？对，你就两只手一起，好，那轻轻的画圆按摩，好，那你就是尽量自己感觉每个地方都有照顾到，嗯，好，整个从额头提子按摩完以后就鼻子，嗯，好，鼻子加按摩下来，好，如果嘴不够就再加一点水没关系，再按摩一下，好，鼻子按摩，然后接下来所谓提子部位额头。鼻子，然后再就下巴这边，好，也是容易堆积粉刺的地方，好，轻轻的按摩下巴。如果比较敏感皮肤的人，这个几个地方 T 字部位按摩完，其实就可以直接开始冲水。嗯，旁边冲水不用，你冲水的时候自然会把那个清洁剂给带到旁边来。对，然后带到旁边来，一边带一边把它轻轻把它那个溶掉的时候，其实这样子简单就洗到了。嗯、这次没有詹医师来跟我们讲，我们根本不可能需要这些东西。对，好，我们好好来，谢谢詹医师，谢谢詹医师。好，尝试的部分也有了，吃的东西也差不多该进行了，马上进入我们的健康上菜。哦，今天做这套菜啊，非常非常简单的。那其实你可以用我的方法来做，你也可以把它全部放到电锅里面去煮，很快。只是说，因为里面啊，这个地瓜叶毕竟是绿色的蔬菜，电锅煮出来之后它颜色会变黄，哦，那营养成分会流失，所以我今天用酱的拌的方式让大家试试看。好。哦，那首先，这是我们今天最快的，马上有一套。香葱地瓜叶拌饭，穿上地瓜叶要加醋。刚刚有说过。哦，我们就把这个醋的直接把它加进来。好。我好爱地瓜叶。为什么我这么饿啊？你知道不能吃的时候特别饿。像这样地瓜叶要煮多久啊？很快啊，酱好了。哦，穿透下下。对，你可以看，其实看水的颜色就知道，你现在水颜色还是透明的，有没有？对。如果说你煮久了，绿色跑到水里面去，那就可惜了。营养成分都流失掉，水不能到绿色，就白色的时候就把它捞。对对对，甚至你煮的话，水还会变成黄色，因为它已经变色了。然后这个时候记住，赶快把水放进来，让它降温。因为你如果没有降温，它事实上还是在受热，它颜色还是会变。哦。哎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做烹调很多东西，人家说啊，你的菜怎么会这么绿啊？或者讲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做出来。对，一个小这个步骤。然后拿起来，这已经凉掉了，对不对？先把它拿起来，因为待会我们在拌的时候，它还会再受热。嗯，就它这样会出现那种口感。哎，就把它压好。有没有？这边有一些油，倒也不用多，那就把这个红葱头跟蒜头都放进去。然后到蒜会煸出来的那个蒜酥啊，放到饭里面就非常香。很香，真的很香。而且会把那个蒜的那个腥呛辣味会拿掉。它到变成怎样？酥酥的。好，你看它有点变色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再来让它降点温，我们把红萝卜放进来。颜色好漂亮，一看到，对啊，好有效果的，真的。哎，好，那先把它倒出来。好漂亮哦！再来，锅子还有热，对不对？对。关火，然后把饭放进来。下饭。关火。对。它锅子里面现在还是有一些热度嘛，这不是炒饭嘛。你就把它拌进来，让它里面这些东西放进来之后呢，就把这个再把它放回来一点，不用多，因为我们这可以多做，下次用没关系。哦，是这意思。哎，就不会吃的太多油脂的东西太腻。嗯，香哦，真的好香啊，香哦。再来，这是地瓜叶进来。主菜。对，地瓜叶。它颜色就变得漂亮。这有没有搞错？我居然猜错哎。我们有海苔。啊。对。再把它撕起来，哇，增加那个口感。对，它就有一些口感跟香气就出来，有点脆脆的，然后跟饭，好赞哦！天哪，我的颜色也好看。对，起锅前黑芝麻，啊，好香，好香，刷刷刷刷，哇，这皮肤又好，对皮肤好，只有看到，这个豆，哦，地瓜叶的营养成分什么东西都有，放上来，最后一个点香。就我们把这个刚刚的蒜酥放一点在上面，可以拌。哎呦，太棒了！再放一点，完美哦。然后来一点点白胡椒，旁边点缀一下。好，这样就完成。耶！来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哎呦，好香哦！哦，真的好香哦！我早上应该吃个便当。好
好香，好好吃哦！这个红葱头好香哦。对，而且它那个地瓜叶烫过，还有那个脆度。对，而且黑芝麻在里面，嘴巴还会跳跳的。没错，怎么会这么香啊？哦，试着用一个不同的方式来呈现，比如跟白饭的结合。对，那吃的健康，最主要对痘痘有好。好折磨，真的走。不会啦，刚刚金慧有讲嘛，对不对？现在看着学的，晚上就有人看了，对不对？就晚上回去自己做，现在吃不到吗？可是有差，自己做跟其他做的有差，对啊，有差。好了，回去试试看。好，今天谢谢三位，谢谢。谢谢。那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吃到健康，让我们教你如何吃出好健康。拜拜，再见，拜拜。真的蛮好吃的啊。想健康养生，却不知从何下手吗？等一下，喂，其实有很好的疗效的，护理养生食物。我的胃不好，哦，难怪你会很痛。过5分钟，然后你的宿便就会流掉。哇，那太棒了！想慢慢的让你的胸部往右边移动，有没有觉得腰部整圈都被蠕动到？有变异了，我现在可以去上厕所了。想学会美味料理，却让你伤透脑筋吗？那香味呢？超市吃在有健康。